平常好吗？虽然荧幕很小，我们虽然荧幕很小，但是我们该做的事情都可以做。那我现在可以看，一边看我不管，我要站高，我现在可以一边看着荧幕，我要拿足球，我要拿足球，一边玩，知道吗？这个代表多厉害？你还好吗？等一下，我拿不到足球，为什么拿不到足球？我的，你真的，我真的这样。不好意思啊，被炸了。我现在一滴血，等一下一定要给我。说真的，好，一定给你。好像我要死不会啦，我就我要哦，我说的我要。我算是那种会抢夺的人吗？对，是啦。我要吃蛋糕。我吃，我要吃。等一下，好吃哦。耶，要吃。大胖子。我是这么善良、有趣，哪里可爱，哪里温柔，哪里？你不要叫我哥，我就会保护。好，来哥，保护我。Press R 2。哥保护你，哥保护你，你不要偷吃我蛋糕，我死了。你死了？对，赶快来，赶快践踏我的尸体，赶快践踏我的尸体，我才可以活过来。很好，活过来了，非常好。你要谁杀我？我刚说什么东西？你还好吗？我不是说你会讲脏话的吗？我不讲脏话的、啊。我要吃蛋糕，我要吃蛋糕。你怎么又残血了，哥？你还好？我要吃蛋糕啊！我会死得很快。不好，蛋糕，你看吧。不要现世报，你先过去。你先过去，怕我等下死得比较快。但是你会扣血，所以不能。我刚刚说什么？现世报啊！哎呦，教我。为什么我进到这里你会扣血？为什么没有讲一下？你要这个还不救？我不求啊。他要不要救啊？你自己去打啊，来啊！等一下，我可是你那边是水，那我不是救你，我也会死吗？不会啊，不怕，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快点来！好啦好啦，一二三，你看啦！Hello， 再来，拜！我是自己的路走的，我觉得我们等一下会死你看我深度一点点，你往上移可不可以？没办法，下去就回不来。没有，我是想说一起下去。你看，刚才你跳崖，我陪你跳崖，我下水，你要陪我下水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不要走水路，我们有那个叫什么水逆。水逆是什么？水逆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有水逆，我们不能往水里面走。Go！ 我觉得我们不要往水，小心炸弹！来来来 ，Go！ 哎呦，好可怕，好像有炸弹。你要下往下吗？你确定？我看好多怪了，你慢慢打，打完再叫我。加油，小鸡，加油！好吗？好了，我去救你。拖怪，拖怪，一只。等一下，那边有炸弹啊，哥哥。到底哪边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为什么？好多人，好多人。小鸡，来，你要上去哦。我才不要嘞，你打完叫我。好了。哎呦，没啊，不要了。好了，我砍，有，我砍啦。好，上来，坐船吗？我们是不是要坐船啊？可是船好像看不到，下来不行，坐船。不要往水走。我们拿到了什么是吗？我要蛋糕，你不要给我抢哦。你不觉得你的血量跟我的血量？你跟我说你要蛋糕，那边有一个黄金给你，那边有个亮亮的，那个给你，对吧？这好甜美。要干嘛？往上，要往上。哎呦，彩虹哎！阿福就好棒棒。你要过来啊，姐姐！你终于懂得喊姐了。我刚刚一直在喊呢。我不管，我要吃。你都吃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没吃啊。你没吃吗？你没吃？你真的没吃？那我吃。我吃了一大块蛋糕。好开心哦！我们离开那里啊，那边好像风水不是很好。风水，你也懂风水啊？你也懂风水？是，还好啊。等一下，我们玩这款游戏。蛋糕，不要害怕死亡。你害怕死亡的话，满血的再吃蛋糕，我决定我要死。你不要死！你看我倒抽了一口气，加油！我在这边扮一下，救！不要死！加油！等一下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死吗？因为我要让他发挥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是？你起来！他在救我了，我很难过。你不要起来！你不准！你跟我一起打这只大的，快点！这只大的，你都不给我蛋糕，我就难过。好，我给你，我打完就给你。这边还有一只。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打完了，有蛋糕吗？没有。太好了，越来越多人。
口咬大陆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还准备了它，其中一个有通往南门的钥匙，有马场钥匙，其中一个敌人有钥匙，我们要赶快去。你知道我完全看不到字，你居然看得到？你的眼睛是怎样？你的眼科是谁？谁看的？我是牺牲我的大饼脸，好不好？早知道这个就快去啊！叫我们快去，还在等什么？走啊！你就不按，你怪我。不够啊！这边。啊！不想过去哎。蛋糕，有蛋糕。你要不要抢了？我现在血有点少哦。不要，不要。哎，我要蛋糕。哈哈。单挑啊！我就说，等一下，我被砍了一刀。等一下哦，蛋糕。哎，我看到了，你是不是偷吃一个？没有，怎么可能偷吃？我的。哎，没礼貌！你看你变，你变大肥子。你变大肥子，我看你是大肥子，来啊来啊，大肥子走前面，大肥子走前面，我不要啊，我不要，就是吃了不付钱啊，怎样？这很坏。你知道这游戏叫什么吗？胖公主。所以你是觉得胖公主自己就好棒棒了，是不是？不，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要够胖才可以，不然的话不太行啊。我被打了，很好玩，很好玩。你知道我一个在打五吗？我要吃，我不管，我吃它。我没有抢，你不要有被害妄想症好不好？说的好像是我一定要抢你的食物一样。刚不就是，懂吗？有啊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？这好可爱哦！这些人都傻掉。这是老人家哎，没礼貌。哎，我看到一个。哎，我说我看到一个。看到什么？你就拿起来。什么？找你啊。我拿，我要拿。Thank you so much。非常感谢，他以为我们死定了。OK。不会不会，我再补你们一刀。我拿起来了吧？没事，我要拿起来。我再补你们一刀。没事。你不要再杀他们了，我们要去哪？哎，我靠蛋糕了，我要吃。Hello, everybody。我跟你讲，玩这款游戏你就不是我朋友。你一直偷吃蛋糕。什么？我血比较少哎。血比较少就可以偷吃我蛋糕吗？为什么？我不要按，好，不要按，我按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我没看到哎。有钥匙的，有钥匙的侍卫还在那边，拜托你去找他。我没找到钥匙，这个找钥匙任务，好吧？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萤幕有多小吗？我比一下，大概就是这么小。你知道我们用这么小的萤幕再去看，你知道眼睛都快脱穿了吗？如果我们平常的萤幕是这么大，然后现在变成这么小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动，我不能动啊，姐姐。哦，下面有路。靠背。哎，谁说这边有路？然后我被火烧哎！啊，火烧屁股，好可怜。火烧屁股。哎，不用哎呦，怎么又有人呐、啊？你先砍完，砍完叫我。好。哦，他怎么讲啊 ？Hello。哦，太感谢你了，我以为我死定了，我会立刻回到南门。好。Everybody， 跟着我，跟着我 ，Follow me。好 ，Follow you。你还好吗？我喝一口水，好不好意思。今天感冒真的有点严重。我吞进去。哎，你不要砍我，我感冒哎。我也没有砍你，你知道我们游戏萤幕就这么大。跳火烧屁股，跳我的屁股。你看我刚刚就说，我跟你讲会扣血，你不要自己烧自己。没有啊，好，我们可以过去了。还有没找到？哎，哥哥，你为什么看地图？你有看到吗？看得到吗？你看得到吗？我跟你讲，一幕就这么大，然后地图都长这样，地图都只有这么一个大小，你让我看怪地怪公司，小鸡怪公司，我们不是怪公司，我不是。刚刚守在下面，回来，右边。好了啦，你去找那边，我在这边等你，好不好？你知道给我揍，不然我要火烧屁股了，我要去自杀了。你不要自杀，我不想活了。你不要啦，你回来啦，快点！你剩一滴血，我不想活了。你不要活，不是你不要活，你不要死。哦，走下面是不是？走下面啦，原来我们一直都走错了。
不，刚刚没有走错。哦，有啊，你刚玩叫我，我声音低血，你知道吗？我声音低血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啊，我可以蛋糕 ，Hello，Hello， 我的血 ，Hello， 我的血，好啦，哎，有人在射我，哎，没礼貌，哎，我在看谁？我刚刚看成我是蓝的，对不起，妖精神。现在我掉进水里了，对，现在怎么办？哎呦！刚刚我忘了把钥匙给队长，谢谢你，勇者，来，钥匙给你，快回南门去，快 ，OK，OK，、okay. 所以你死了 ，OK， 你觉得那个队长的语气真的是这样吗？应该是吧。你要不要模仿一下？要尽心尽责，既然玩这款游戏。要把那种东西都模仿得好。你知道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吗，小七？我知道，我现在的声音是这样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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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水里面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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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七，那怎么办？哎呦，其实我是觉得说这款游戏你自己玩就好，我在旁边负责讲解就好了。我何苦自己亲自上阵呢？还得带那种，就是自己死掉，还得等别人，那样多累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贪吃鬼来了，啊，你死了怎么办？哎，看边站哎，哎，这样对吗？这样对吗？这样不对啊！小鸡都死了，你看你满血，你看你左左右右上上下下跳一下，砍一下，不行不行，有点危险。可以，你可以，有点危险。你这个操作可以，跳一下，跳一下，跳一下是不是？然后边吃蛋糕，看蛋糕在哪？可以，看到蛋糕呀 ，OK 的，轻轻松松嘛，死了是吗？对。啊，蛋糕嘞，按圈圈。我没有哦，我看到了。哦，阿迪死了，这样我很孤单哎。不会不会，我在旁边，我在这边站，感觉非常的不错。我在这边坐着，然后其实看他玩，再也不用担心，就是有人不走路啊，这卡在那卡的卡半天，我还可以拉拉人家的舌头，然后在那边悠闲的休息一下。你要悠闲的，哎，你回来嘞？你回来了？没有啊，没有回来。你回来了？好，我怎么回来了？好空虚哦，一点都不想回来。哎，我们破关了。其实赵雅现在是我破关的啦，你好好讲话哦。好啦，我们好好讲话哦。好啦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不要啊，求我走了啦，求你，拜托走吧。好啦，我觉得今天就玩到这吧。对啊，你觉得玩的感想？我觉得很好啊，反正我赢得很好啊。对啊，反正不像某个人掉到水里啊，当水鬼啊，不噜不噜还起不来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去水里吗？因为最近天气有点热，加上说我懒，我就是想说看你操作就好。你知道我这样操作，我一边操作还要一边看那种这么大的荧幕，这么大的对，然后地图打开之后只有这样，所以你又在怪公司啊？我不是怪公司，你知道我们公司的高层都坐在这边，没有没有，小心说话。我没有，我这不怪公司，我这是我是说这游戏就是荧幕再放大一点，应该给我们放大系统对不对？特效啊。那你结束一下我们今天吧，我们今天其实差不多了，可以结束了，交给你了。好啦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哎，今天体谅一下，我今天就是你知道。N 跟 M 也分不清楚，然后狂流鼻涕还狂咳嗽。OK 啦，我安跟安也分不清楚啊。早安、晚安、安安。好啦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今天要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结束喽，下次要记得收看喽，拜拜，拜拜。